本节目由随光而变心动所在的 OPPO 27 Pro 独家冠名播出。灵动光圈随光变，线索在暗看得见。本节目由 OPPO 27 Pro 全新拍照手机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短视频 APP 赞助播出。案情真相难辨，考拉正品在线。本节目由全球好物百分百正品的网易考拉赞助播出。两缸四缸随意换，侦探才能去探案。本节目由动力狂野油耗腼腆的凯迪拉克 XT4 赞助播出。每天都玩我是谜，轻松破案没难题。本节目由更多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推理 APP 我是谜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开启最强脑力风暴。明星大侦探之头号嫌疑人互动剧已开启，会员抢先观看，真相由你主导。这不是侦探事务所吗？早就没有侦探了，我们是美好生活记录员。抖音，记录美好生活。你的某一个朋友因某种原因为你报名参加了头号玩家游戏。头号玩家游戏会分为三关，第一关塑料朋友。我们大嘴巴其中一直死在了头发间。啊！怎么了？不，那个女生进的是这个房间。啊？啊？她是把这个换了。我是觉得我有可能是三。小六报了一个假料。二霸凌的事是假的，然后有人提供给了六假料，把这个下面的真相给隐藏起来了。谁给小六这个假料，谁就是凶手。小二可以自己报自己两条真料。那个手帕是一搜的时候没有，对，凶手发现自己身上有沾有燃油漆的手帕，于是把证物抛在那儿。小二一定之前来过头号玩家，他为什么来？没钱。谁能确定小白就是三？各位玩家检举。成功！恭喜恭喜，孙老师，要玩第二个游戏了，是不是？十点了，到十点了。因为我们大家要出去吗？5、6、7、8。头号玩家游戏共分为三关，第二关谁是真凶，第三关密室破案，开始时间为晚上十点钟。通往谁是真凶密室破案。小心啊。哎，别关灯了。谁动我的脚？别怕！不用，这是黑的，后悔来了。不是我进鬼屋可是要打人呢，我。别这样，我害怕。这也太黑了，你这个。真不行，别害怕啊！真不行，那闭上眼睛，我们在这里面应该演僵尸那种。走吧！哎呦，这前面能走吗？这能走。哎，大家右手扶着墙走。在左边还是右边？
哎，我找到门了，我找到门了，跟着我来。朋友们，我找到门了。我说的是谁啊？你们好了吗？你们好了，来吗？把门踹开吧。哎，后面那是谁呀、啊？你烦人呐！这后面有个人。我要回去了。在真的。我要回去了。刚才有个白的脑袋过，有个白的脑袋。开了，这一段真的没必要。我的妈呀！哇，好酷、啊！我们有金币。哇！我欠了两个，我欠两个。有玩家到达第40格，本轮进不了朋友，游戏结束。其他玩家每位将获得两个金币。我们是每个人刚开始说欠四个，赢游戏的人加两个，最后欠两个。哎，为什么我欠四个？因为你迟到了。哦，对，你没有参加这个游戏，你没有参与。傻小的呀，这帮人！哎，我跟你说，刚才也是黑暗。如果真的有那种录下来，肯定好蠢的。我们每个人还有，他用的那个红外线，我全程是倒着走的。你看过 BBC 的纪录片吗？半夜里那个大老虎。那不会，我在里面喊别人亲我，没有人亲我。就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走的，然后别人亲。对。哎，谁亲我？谁亲我？欢迎进入头号玩家第二关。欢迎进入头号玩家第二。欢迎进入头号玩家第二关。欢迎进入头号玩家第二关。谁是真凶？本游戏共三局，每局都将抽取角色、搜证以及投票。现场证据只能排除部分嫌疑人。只要抽到真凶角色的玩家可以说谎，但一言一行也有可能暴露自己。如真凶逃脱，则真凶获得四个金币；如真凶未逃脱，则投票正确的玩家每人获得两个金币，且真凶将被淘汰至头号玩家第三关，密室破案，继续游戏。谁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它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谁是真凶这个游戏呢，我们会抽签抽到一个自己身份，这个身份会告诉你你是谁，然后呢我们会进到一个案发现场，然后根据这个案发现场我们要发现谁是真正的凶手，就是狼人杀，就是杀人游戏，狼人杀有点像狼人杀，就是这样的，如果检举出了这个凶手就被淘汰了，然后被淘汰的凶手就去玩那个密室逃脱，就去玩另外一个游戏。第一局游戏即将开始，就是杀人游戏，其实，请玩家入座。好好玩啊！哎呀，好喜欢呀！在游戏大厅中，有六个放有第一局游戏角色信息的箱子，请玩家依次挑选，并逐一确认身份及角色信息。好刺激啊！第一个，娜娜第一个去抽，你抽到那个之后，那个里面就有你的身份。其实就是狼人杀，到底是凶手还是平民、啊、你就抽完就知道了。为什么选这个呢？为什么路途遥远累了我还可以坐一下。娜娜你觉得下一个谁抽？下一个呀、啊，我觉得让侦探吧，侦探上一把都没有身份，侦探他现在不是侦探了吧？他现在不是侦探了。对，我这不是这个游戏里面没有侦探了。我选这个吧，这个看起来最贵。好，下一个谁来？您指定下一个谁？撒老师。年轻人一看就对，我觉得撒老师肯定会想挑我挑的那个。年轻人一看就对箱子的品质没有概念，他以为最贵。撒老师，下一个谁？我选肯定选白。OK， 快。他让我选，我就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样的一个小花人，好可爱。这是这个箱子，应该把它放在脑袋上。这个好玩。就没人选这个，生命最可贵。好可爱啊！哎，张医生，这就给你留的。哎呀，我去，好重啊！烂演技。哎呀，我不会把它弄碎了吧？谁先开？那我先打个样，好不好？从我来，好不好？我的名字，在接下来这一句，管我叫小杯。哦，这屁！这下面它那个底儿被我弄碎了。哇，这么好看的杯子，你我也觉得好可惜啊。被催了，我跟你讲，但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本身就是碎的。不是，就是刚才，因为我真没想到它那么沉，然后它有点滑，它就掉在地上，然后我听到了碎裂的声音。现在是我的手机，我要打开看我的手机，你们注意我的表情，因为这个内容我就不会跟你们说了，好吗？就是我清澈的眼神，也许会反射出手机里的内容。哎，我们如果谁都不看它呢？你自己演吧。哦，有点长，一篇文章，我待会儿再看。我知道了，好长好长。下面到娜娜吧。白敬亭，你不要看我的箱子。好，你是啥？我叫小勺。里面是不是有个勺？有个勺。这么大的，真是小勺。好，下面你看一眼。我清澈的眼神可能会反射出我的身份啊。哦。不是要先往上刷一下？又没解锁，在这装啥？今天有你们好看的了。鼻孔张大了。好，下一个。可以了。好，下一个。我叫小筷。小什么？小筷子。还有一对筷子。好看身份。好长啊。先看你的，萨萨，你是什么呢？这是个什么？你能给我个稍微高级一点的餐具吗？小盆儿，这是什么？大小盆儿、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哎，丰收了，丰收了啊！哎，哪里有摇篮？有什么路吗？我看一下我的身份啊。好，看一下萨老师的身份。萨老师，你印堂发黑啊。没有80多层的双下巴。No. 下一个，拜拜。小郭。哎呀。小郭。小啥？小碗。小碗。小药，小铲儿，这个是给你那个，好可爱，小锅，小锅，这个真的是锅，真的是，这个等会儿再慢慢看吧，有点长。请玩家查看角色身份及详细信息，请注意，此刻游戏已经开始，任何行为细节都可成为推理依据。但我习惯是看什么东西我会念出来，念吧，我们倒没听见。吃饭不用盆，是对做的一手好菜的一种不尊重。真的念出来了。这故事我们要讲出来吗？就待会儿肯定要讨论的时候要讲吗？上面写这个锅只能拿着不能背着，不然会发生不幸的事情。相信各位玩家已经记清楚了自己的身份和信息。如果记清楚，
请保管好自己的手机，请玩家再次确认。我天，你这么长，让我们现在记啊？我的好短，短的可能就是，如果是五个长一个短的话 ，Game Over， 游戏结束。没有，短的那个肯定说的是，请注意你口袋里的手帕和药片。又是你啊，大哥。我那里面内容极少，就强调要我听别人发言，你们有吗？有，有吧？三遍。请玩家确认准备情况，游戏即将开始。好喜欢这种展现演技的时刻。接下来，请根据剧情 OS 即兴表演进入角色，请注意，以下内容包含重要信息。三。二一，这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在天堂公寓的大厅里，第一个出现在这里的是这里的住户小盆。小盆是一个皮笑肉不笑的男人。有什么意见吗？他遇到了第二个住户，这个住户是小杯。谁？我。他这个男人是肉笑皮不笑。这个好难哦。我懂，就那刚打完针。眼睛还是吊上去。听到两个人的笑声之后，第三个住户也开门了。他是小郭。我哪笑？小郭他是皮笑肉也笑。现在差不多。接下来第四个邻居和第五个邻居也上场了，他们两个是情敌。情敌小碗和小筷。确实有人亲了，有人亲了。你听到了？是不是你听到了？是不是你干的？他们脸上笑嘻嘻，心里哭唧唧。握手的时候，两人总是暗自用力。作为真邻居女朋友的前男友，不是你。这里住着的第六位邻居小勺就不一样了，他作为真邻居的前女友，见到这么多帅气的邻居，小勺决定先自我介绍夸夸自己，顺走一个也不错。你要自我介绍夸夸自己。亲爱的朋友，我是这个小区里面最美的女生。六位邻居见面之后，又开启了他们每周五晚上的常态，因为他们每周五晚上都会去真邻居家里蹭饭。这个时候，从有白色房门的房间里飘来了熟悉的香味。哦，好香啊！好香呀！啊！我就是从这里跳下去，我也不会吃了一口东西。真香，真香！真。小龙虾，真，睡着了。真，我们来了。真，他指甲做的还挺好的。哎。他死了，真邻居，脑袋后面有血，他是被砸到头，被东西砸到头砸死。各位玩家，请开启搜证模式，请玩家在30分钟内完成搜证并讨论。
我查出凶器了。是什么？你们相信我吗？我可以说吗？可以，说。那个包机。包什么？就是里面包了个鸡。包了个鸡是啥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鸡在动了的时候，它就是凶器。太激动了吧？啊！这个发现让人太激动了。鸡冻好了的话，它就是凶器啊。有道理，他是说把鸡冻好的时候。朋友们，我发现了一个本本和一个电脑。我首先念本本，真邻居的小记账本。2018年12月7日周五，蹭饭邻居四人，伙食开销500。又到了一个周五，蹭饭邻居三人，伙食费1000。就是每到周五，他都会请人吃饭，然后人数从3人到6人不等。我再打开这个电脑，这电脑里面有一个邮件。今天上午，小碗、小块、小锅、小杯来找过你。今天晚上小盆儿找了你，有机会帮我介绍点生意啊。这是街对面的汤饭。我没来找。媒体小勺。对，媒体小勺。这是1月16号的。1月16号那不是今天，今天是1月18号嘛。16号那就是周三啊。网易考拉购买的韩国洗发水，网易考拉购买的日本发膜，网易考拉购买的英国头发增厚精华液加强版。目前他买的这些东西正在等待他确认收货。他等于今天没收。但是很奇怪的是，有一个信息在他的手机里是这么写的：您好，我是经常给您送快递的快递员。今天下午4点多，我给您送快递的时候，刚好碰到您的一位邻居从您家里出来。邻居说，是因为有东西落在您家了，而您在屋里睡着了，所以我就没有敲门进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下午4点以前人被杀害。如果有人不是凶手，昨天下午来过这儿，4点多钟发现人已经死了，吓跑了的，而且还碰到过快递员的，现在赶紧承认。如果现在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说，我确实昨天下午四点来过，而且碰到了快递员，但是人已经死了，如果没人承认，那就是昨天出现的那个人。那这些菜就是这些菜有可能是今天做的呀，凶手做的。对，朋友们，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线索，来，我们把它还原一下。哦，亲爱的真业主，因为线路改造电压不稳，系统检测到您前天中午12点跳闸，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物业中心万般抱歉。但如果您是 OPPO R17 Pro 新年版的使用者，就不用太过担心，反正你们灵动光圈随光变，光线再暗也看得见。1月16号就跳闸了，但是你们注意，这个闸是开着的。哎，现在闸是开的，会不会已经跳完跳闸的时候他已经？不应该跳完闸，一定要有人手动给推上去。对，对，所以说应该是凶手把他给推上去的。因为凶手来做饭的话，他看见这是黑的，没办法做饭。那他为什么要回来再做一次饭呢？他是想伪造一个杀人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不在场证据。各位，如果前天中午就已经跳闸了，冰箱应该是断电的，意思是前天就有一个人来过，而且是中午12点以后来过。把电推上去了。对，但他为什么要把这封信撕碎呢？跳闸是什么意思呢？
本周五菜谱高级大餐。哎，为什么他这个，我发现这桌上少了一道菜，本来应该有个蔬菜沙拉，现在不见了。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他没做蔬菜沙拉吗？为什么？完全没有原料，没有任何蔬菜沙拉里面所写的需要的原料。那这个是什么呢？哦，这应该是蔬菜的汁儿是吧？的汁儿。那他为什么要把它打成汁儿呢？打成汁儿以后，现在东西在哪里？哎，垃圾桶也没有，他把垃圾带走了吗？对。那也就是说，他已经带走了一些垃圾。咱们是不是可以说一下时间线？我是前天早上的时候有在门口有遇见他，他说周五的时候要来给邻居们做饭。然后我是16号一大早见过他，说这周五我要吃这个高级大餐，他说好，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我家吃饭。我是上午来吃早午饭的时间，我想蹭个早午饭，然后敲门没人答应。我也是上午来的，敲门没人。你呢？我是16号的下午下班以后，来找过真邻居，但是在门口敲门没有人开门，我就走了。小时候是今天下午经过这儿的时候，我听到里面咚咚咚咚咚有切菜的声音，然后我还闻到有香味儿，然后我就说好棒哦，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可以来拿着我的小勺来吃饭了，就是下午一定有人在做饭。所以我今天下午走的时候听到的切菜声不是他的声音，不是他的声音，是凶手，是凶手的声音。所以说我们先来确定死者确切死亡时间，反正肯定不可能是18号，因为现在所有的证据是凶手想伪造成他18号死的，而且凶手昨天下午4点在这儿，因为那个快递来看到他了。对，他是想伪造一个杀人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不在场，意思是前天就有一个人来过。经过这儿的时候，我听到里面咚咚咚咚咚有切菜的声音，是凶手的声音。反正肯定不可能是18号。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有用的信息点应该是，我觉得早晨这个人应该不太有嫌疑，因为他做这个饭如果是16号的饭，不是16号的，不肯定不是16号，饭一定是18号。那你看这上面写的，这跟16号的菜谱除了有那个沙拉不同之外，剩下都一样。这是本周五，这是今天18号，今天是周五，16号是周三，他16号你的一个菜谱，18号做的。但我是觉得这个菜应该就是16号做的。他现在让我们看到这些，肯定是让咱们误以为他是今天做的。但是因为是这样的，那个小勺今天下午去上班的路上，听到这里面嘟嘟嘟嘟在做菜。我剁菜的那个声音会不会是那个榨汁机他要榨什么东西？因为我是觉得他这个菜一定是他做的。他要是凶手做的话，我们一尝怎么这菜的味道感觉不太一样。不是，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明确说了闻到的是香味儿，你觉得隔了一天你还能闻到的是？我觉得是微波的。然后为什么少了一道菜？就是他把那个菜处理了。哎，他会不会把这个菜放进那个冰箱里了？对啊，
结果那个断电了，这些菜可能断电了无所谓，但是那个蔬菜会不会就？不是，那关键就是他把这些菜十六号做好的意义是什么？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菜是凶手做的。对，他十六号做好是因为十六号没有太多人注意，而今天他没有时间做这么多，特别是这个鸡汤要三四个小时，他得提前做好。他做好了之后冻上，然后今天来只需要热一下，微波一微波。那请问昨天下午四点钟来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玩家请注意，时间还剩十五分钟。我们去中间讨论吧，走。咱们现在能确定的一点是，大家比较统一的，就是这个人肯定是十六号就没了。那我觉得，首先最怀疑的是十六号见过他的人。十六号见过他的人有什么怀疑的？我是十六号一早我来找的他。就是来订餐，来订餐，就是我告诉他说想吃高级菜谱。十六号跟他说想吃高级菜谱，然后人家说周五一定做，他说周五一定做，还是这个菜是周五的菜谱，他不是十六号中午吃的。首先第一点，他一定十六号就死了，对不对？对，因为后面所有的人遇到了他，或者是那个来找他，他都没有开门。我觉得是十六号到十七号之间吧。你们十六号下午来敲门，他萨萨跟那个来敲门都没有开门呢。所以最早见到他的人都是在他买菜前见到的，对吧？也就是说，他买菜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到他了。他的确完成了买菜这个动作。咚，萨萨，你拼这个干嘛？我在找凶器啊。不会放到这儿的，萨萨，这是我家的东西，是我带着去他家吃饭的，萨萨。我知道。咚。我觉得何不太可能说谎。因为他很准确地说出了他碰到真去买菜，他们是在一个公共的场所，所以他很不容易去撒谎。现在有两个人跟我们的时间线不一样，是在十二点以后，一个是当天晚上的时候来敲门没有人开门的小孩儿，和今天路过他们家听到里面嘟嘟嘟嘟嘟觉得有人在做饭的小勺，没有见到过他，对不对？你是来干嘛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来找他干啥，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晚上小盆儿是来干嘛的？咱们想到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个电闸为什么被推上去了？推电闸的前提一定是黑灯瞎火才会推电闸。白天我干嘛我进来把电闸给推上去呢？就一定是天黑了才会推电闸。这个箱子刚才有人动过吗？你干嘛老对这个箱子这么合的？这个箱子没有人动过。我想请你解释一件事儿，这个是你刚才拿箱子的时候摔破的吗？萨萨，这是我的人事道具，是从我家拿来去他们家蹭饭。我知道，跟你带的盆一样。但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你拿到盒子以后，啪摔了一下，然后一下子摔到这么碎，这是我的人，并且拼不起来。
对不起，萨萨，很简单，你不要在我们拿到手机之前来判断我们做的任何行动，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你这个摔太巧合了。那你觉得这个跟现场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这是凶器。你觉得没什么关系吧？如果真的是你刚才那一下摔坏的，它不是这样的状态。我觉得点是什么，就是他只有看到手机之后他才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假的，他如果没看到手机，他看到里边是碎的话，他直接说，哎，我这是碎的，我没必要演一下碎的。所以我就觉得奇怪，没有什么奇怪的。玩家请注意，时间还剩十分钟。我要一对一，我要一对一。小郭，我要跟你一对一。我说句实在话，我倾向于这个菜真的是十八号。我也倾向于十八号。我是觉得他做这个饭，如果是十六号的饭，不，你肯定不是十六号，饭一定是十八号。就是你十六号买菜，十七号做再过来热没意义，而且我进来做菜和我进来把这菜加热的风险系数是一样的。等一下啊，你跟他说，你要十八号吃饭，然后和遇到他，十八号做饭他去买菜，然后再早午饭的点儿，我跟小白白来敲了门，没人在，很可能他这个时候正在买菜。对，我刚刚就说了吧，这个时候对，所以说你们两个这个他不在这个点我能接受，但是萨是下班之后来找他，敲门没人在，这个时候他会在干嘛？我十六号下班以后直接过来，敲门没人开。今天晚上小盆儿找了你，这个时候不能碰巧出门了，这个事情肯定不合理。碰巧出门了。所以我觉得这么推断的话，萨说谎了。我个人觉得可能作案工具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要不然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因为找不到任何作案工具啊，现在现场。因为我还是觉得那个菜是他做的，我们每周都来这儿吃他做的饭。不是，他没有必要让我们去吃这个东西，他一定知道我们来的时候这些菜已经在桌上，然后他已经死了，我们一定不会去吃的，味道不重要。他关键他做这些菜其实只是为了有这个香味，让我们觉得他就是今天才死的。我想来跟你梳理一下。拼不全，这个拼不全。要不然他为什么会结婚？我告诉你常识，他摔拼不全，拼不出，拼不回去。而且他就刚才那一下能摔得这么碎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们，预想的他一定是跟这个人同时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被他从背后攻击，杀死的。然后呢，菜是在十六号买的，应该没错，因为，我的那个信息是准确的。他说他出去买菜，从中午早一点开始就没有人见过他了，敲门都没有人开了，要么就是中间还没买菜还没回来，然后要么呢就是有可能他已经死在里面了。但是呢，十二点钟有一个跳闸的行为，我还是比较倾向凶手十七号回来是合闸的。我也是觉得十七号合闸，要不然十七号没有死。所以他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十二点以前。那就有可能还没来得及做餐，还没有餐。那么我还原一下，就是十六号的时候，凶手在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把菜冷藏好，因为就是他十八号还要做这个菜，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十七号的时候有一个信息点，是下午四点钟有人从他家出来，被快递员看到了。这个时候敲门已经没人应了，他应该已经死在里面了。然后今天凶手再回来把菜做好，然后让大家闻到这个香味儿，然后觉得这个菜好像是今天做的，好像他是在今天死的。但事实上还有一个时间点是十六号的晚上，萨萨说来敲门他没开。这里面谁有可能说谎？
我现在比较倾向于说，这个菜可能就是死者在十六号的上午做好了，然后邀的这个凶手来吃中午饭。不对，不对，不对。然后十七号呢是凶手来合这个闸。但是你想啊，十七号来合闸的话，他这个信是十八号才收到的，而且只有他的房间是停电的，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十七号才是死亡时间。那十七号咱们就排除不了任何人。没有，十七号是死亡时间，你们三个后面上午、下午和晚上来敲门，他都不在家的人，什么意思呢？拜拜，我们两个一对一一下。我现在怀疑的两个点是哪个？一个是萨老师，因为那个邮件上说萨老师是晚上来的，但是不能证明他到底见到没见到。我是觉得，你说这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可信的是那个菜谱，我们来吃的是晚饭。对对，如果那个菜是死者做的话，他可能做的还是晚饭。我相对应的话，他可能就是你跟我说了，我可能今天晚上我先做一下，然后自己先吃一下。他只拿了一套餐具，他没有拿第二套餐具，是吧？不对不对，等一下，我想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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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那个电闸，凶手为什么把那封信撕了？那封信是十八号才来的。对，凶手为什么把那封信撕了？凶手不想让我们看到那封信，凶手不想让我们知道那个跳闸的事情。但那个跳闸事情，凶手为什么不想让我们知道跳闸的事情？因为那个闸可能是凶手推上去的，对吗？这个逻辑是没错的。对，凶手不想让我们知道那封信，是因为凶手不想让我们知道跳闸。凶手不想让我们知道跳闸原因，是因为凶手自己把闸推上去的。那如果凶手是自己把闸推上去的，那死亡时间一定是在十六号十二点跳闸之前。对。那十七号他来到底是干嘛的？十七号四点，那快递员见到那个人是谁？那个没有人承认，那肯定是凶手。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先排除几个人。我觉得我肯定排除了。为什么？因为我在他死之前后完全没有见过他，而且我说的都是真话。我们的所有人都会说自己说的是真话。但是我确实听到了有切菜的声音。我现在比较倾向于是在十六号没有见过他的三个人里面。因为我觉得娜娜今天说的做菜的这个点，她如果撒谎的话很容易穿帮。但我觉得我不太怀疑张，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张是就是信息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上午来敲门没人。如果是见到了他说他没在，撒撒凶器你觉得会是什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进来在还没有打开那个盖儿的时候，你就说会不会是这个锅里的鸡？你怎么知道？我是打开的。没有，你是说完之后我们打开。我肯定是打开的。我查出凶器了。我肯定是看到鸡我在说的，你我这么傻吗？我如果是凶器的话，我用鸡杀了人，我一开始肯定是这个鸡，怪不得很多人说大碗是头什么，我们反着头。玩家请注意，投票间即将开启，普通玩家可争夺抢先投票权，每局第一个投对真凶的玩家将在下一局游戏中免于淘汰。什么？就是第一个投对的，第一个进去投票且投对的人，就是下一轮不会被淘汰。我去。但是你要投错的话，就不是这样了。投票间已开启。你不去，我去了，娜娜。哦，好，我先去。没有关键性证据，现实破案，真凶全程误导，游戏难度再次升级。
面对全新玩法，玩家如何做出判断？第一局游戏《最后的晚餐》中，真凶小婉究竟能否成功隐藏自己？他会不会第一个被淘汰呢？对不起啦。娜姐，你不会为了不被淘汰进去自爆的吧？自己投自己投对了，下一轮赢。还有这一说？不是，他说了普通玩家才有资格，因为如果凶手被投票最多，他直接淘汰了凶手。对，普通玩家。我觉得早上见过的两个人不太能撒谎，因为首先这个谎没有意义，然后是中午十二点这个断闸的时间是比较有意义的，就是谁是在断闸之前最靠近他的是最有用的。我觉得萨萨不太会撒谎，因为十二点以后他确实再去敲门不会有人来了。然后娜娜，我觉得今天听到有人做饭，因为如果是这个点撒谎的话太危险了，所以是小张和小白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小张，因为小张这个早午饭这个点太接近十二点了。不对，早午饭这个点说得这么明确，应该还要再往前。来，好吧，拜拜。他说的信息呢，时间点都非常可疑，他是有可能说谎的。但那个东西我确实拼不回去，我没法说服自己那是他现场摔坏了。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蹊跷。所有玩家完成投票，即将公布第一局游戏结果。如果检举成功，真凶将直接淘汰，反之则全体玩家进入下一局，重新抽取角色，由新的真凶指定淘汰一名玩家。本局游戏得票最高的玩家就是。小，我觉得是小白。对不起啦，葛老师。实在没找到凶器，但那个东西我确实拼不回去。小盆。啊！第一轮先把他弄死，只有对了才淘汰他呢。等一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如果他是凶手，他就被淘汰了；如果他不是凶手，我们进入到下一轮游戏。这一轮真正的凶手一个人拿四枚金币，然后下一轮的新抽到的那个凶手偷偷的发给导演，然后有一个人被带走，那个人就淘汰了。我很负责任告诉你们，这四枚金币被凶手拿走。本局游戏中可以被排除的嫌疑人有：十六日在停电后才去找过真灵芝的小盆、真萨。就十二点以前的四个人，
完了，四枚金币被凶手拿走了。以及在十六日，压根没有见过真灵君的小勺、真娜，均可以被排除。而小杯的证词，证实了小块、真流的时间线，因此小块也被排除。而与小块、真流证词相互印证的小杯、真和，嫌疑相对减弱。剩下的小郭和小婉两人，嫌疑均等。究竟谁才是凶手呢？我投对了。本局游戏，真凶真白获得胜利，获得四枚金币。上一把也是你是凶手，这把又是你，你是代言人吗？他抽到的，我抽到的，我也没办法。但我看到我都汗都下来了，又是我，这太悲。我今天能胜出，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点，是什么点？就是因为他又在这拼这些有的没的，我都想稳了稳了。就这种行为，怎么可能是我？没有人会想到是我跟这拼这个杯子。我说真是往他身上带，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第一位投票正确的玩家是真和，他不能成为下一局游戏中真凶淘汰的目标。你不能被淘汰。我是从逻辑上来判断的，因为首先我自己知道我不是，而且我觉得我撒谎的那个点，就是说他去买菜的那个点，我是在外面看见的，而且同时也被那个谁印证了，就是我们互相见过，这一点是我是不能撒谎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在小郭和小婉当中有一个人撒了谎，那么我个人觉得，对，二选一。我觉得小郭的那个时间点更明确，他说早午饭的时候来敲门，人不在，我觉得早午饭是更接近中午，所以我觉得他的时间点会更准确一点。我在他们俩犹豫很久，最后凭直觉选了。第一局游戏最后的晚餐中，大家错过的凶器是房间内的白色摆件，摆件底部有血迹。啊？哪个？我去，我去拿，我去拿。我们看了半天。看，哇塞，这么明显。六个傻子，而且我还在里面玩命的找凶器，玩命的找凶器。我觉得关键最好笑，咱们这东西没看见，这个真的太丢人了。我还拿起来过这个瓶子，我也拿起来过。关键是因为有人对凶器的描述太传神了，一只动了的鸡。我要把这个放在这儿，这是萨老师曾经拼凶器的地方。第二局游戏即将开启，由于上一局游戏真凶真白获得胜利，全体玩家将共同进入第二局游戏。第二局游戏将重新抽取角色信息，真凶将于游戏正式开始前任意淘汰一名玩家，请玩家抽取游戏信息。何老师作为第一个吧。好吧，我手上拿着一张唯一的免死金牌。你把它捧稳了啊，别掉地上。好嘞，萨老师，你帮我指定，请。你随便吧。那我拿这个了啊。好，好。萨老师，你去吧。我最后，你们挑剩下给我。省得说我动手脚。我不怕你动手脚。你给我指一个好不好？最大那个吧。你忍心让我这么袖珍的一个女生？别碎，别。别砸碎了，萨老师又要开始拼了。不要再打碎任何的。我大的最不可能是凶手了。嗯，浩然去吧。我拿这个吧。那现在我们来看好不好？来，我来看。这是个眼镜，是个眼镜。没有哎，香艳，非礼勿视，这叫前男友。好，下一个，你的绿巨头在里边，真的是啊，哇，太有缘了，前男友，哎，前男友，前男友。
前男友。现男友。哇！啊，赢了。里面是什么呀？哎呦，哎，大翅膀。我知道，现男友是走维密的。演出开始了。弹幕辣眼睛，辣眼睛，辣眼睛。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看白白的。哎，这是个啥？这也是个，哇，这好酷哦！再让我看一眼。啊？你是啥？我首先我声明，我不是个结巴。嗯。我是前男友。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比他更多的，我们俩里边。对。我看一下我的。我话一刚落，是你。我是前太久了。你这是蘑菇吗？你这性格好奇怪。你就确认是我们所有人前辈了吧。哎，不是我说，在座的都是弟弟。哎，大家好，哥哥们大家好，我是前男友，前男友都能关照我呀。你走过我们走过的路，入我们入过的坑啊。我们该关照你的都做过了。耶。这谁说嘛呀？为什么是萨老师都这么诙谐？发型，别把帽子戳破了。是你吗，华筝？靖哥哥，你一定好好的对蓉蓉。西雕英雄万贯马，哪管西厢飘零，一雕吹梅半。夜望梦似雪，抛开世事。科学怪人，科学怪人。Oh no！ 赶紧别闹了，看来来来，我看角色，看角色。对，来，我给他脱下来，不然他看不见。我看得见。真的吗？对，很暖和。那我先看我的了啊。你们都是有身份提示的吗？而且还要点击此处发送信息。各位玩家，请通过 OPPO 27 Pro 编辑信息。普通玩家请发送“普通玩家”至系统。真凶请发送你要淘汰的玩家姓名至系统。被淘汰的玩家将直接前往第三关密室破案。看大家手指头点的次数有多少，四个字跟名字是不一样的。来看，谁点的少，谁就是发的名字。他的头发真的纹丝没动，纹丝没动。你紧张吗？拿到这个身份？还好。你不是第一次拿了，小白。嗯，你不会三连中吧？我也想。嗯，这关系太好了，都是表兄弟一起过生日。这是个什么键盘呢？我怎么？你还没打完啊，萨老师。哪个字不会打？我帮你，萨老师。
老师没事打真名就行，不用打什么前前前。普通玩家很好打哎，四个字。不是关键，他那个名。他的名字。接下来将公布本轮被淘汰的玩家。这么快就收到了，萨老师放下手机就可以公布。被淘汰的玩家是。我不能投网，不能投网。我要投网，我真的去不了。不要投网，我都长蘑菇了。他是三个字。哦，谢谢谢谢。现感还来得及吗？被淘汰的玩家是。不会是我。真章。谁把你淘汰了？请真章发表留言。我觉得不是蔡老师，我觉得他最后他演着玩呢，就太演得太过了。对，太过了，太过了，戏过了。我的演技这么烂吗？不是浩然，因为我刚才我们俩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就是普通玩家都是同时反应说这关系真好呀，这关系真好啊。对，就我们的信息点是非常简单一致的，就是关于这个生日的。我觉得平民普通玩家心里都有数，我们收到的这是什么。我觉得在你们俩之间。哇，哎，大哥，在座的都是弟弟，哥我先去了。大哥，你先走好啊，一会儿弟弟们都会来的。请真章前往第三关密室破案。我怎么走啊？入口有进入第三关通道。我要摸黑过去吗？好吓人啊！如果是我，真的会弃权的。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大哥，大哥，我们后男友都会为你送行的。得加钱，加钱。弟弟，请开门。送送哥。开门。我这是黑的，是这儿吗？啊，这儿。啊，可以，走嘞。拜拜。哦，哇！他们现在听得到我说话，看得到我在干什么吗？白敬亭，白敬亭，你投我，我在吃火锅。一下不好了，气的。为什么不投我？凶手为什么不投我？哎，密室破案，密室里边还有规则。欢迎进入头号玩家第三关密室破案，第二关淘汰玩家将陆续进入此游戏，继续累积金币，清除负债。本关游戏为密室逃脱。玩家将根据密室中布置的经典推理轨迹现场寻找线索推理，获得逃脱密码。游戏共有四个密室，每成功逃脱一个密室，参与玩家均可获得一个金币。注意，本关为现实游戏，第二关谁是真凶游戏结束，则本关游戏也自动结束。游戏已开启，请玩家开始逃脱。逃脱啊！我在这吃好的喝好的。哎，这个是被人吃过的。
钥匙不会在汤里吧？谁呀、啊？你在这干嘛呀？我就是男同学的眼中钉，女同学的避风港，曾家屯挖机学校校草，真朴是也。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啊？我才是曾家屯校草，我叫曾张。你先交代一下你自己怎么被打成这样了？不是啊，这是我在吃那个吃番茄酱啊。打扰了，你们不，你为什么在这儿睡着了？这是什么地方？我来玩游戏啊。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下一关？因为我逃不走啊。你放着火锅不吃，你跑到这儿吃番茄酱？不是啊，我吃了好多顿了，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被困了多久。所以你也是从那个密室过来的吗？嗯。哎呀。出口在哪？不知道啊，很多个门，我也不知道出口在哪里，每个门都打不开。这儿响，什么？这什么？这也是你弄的？不是，我们俩应该一起出去。对。但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个瓜皮。超强力磁铁，很强，确实很强。内有 SD 卡，取卡请开锁。这个锁，我们要找密码吗？你怎么这么厉害，一来就发现了这个锁？我在这里待了多少天都没有看到。这是我过来的这把钥匙，它都不合适。每个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有的门是扭得动的，但有的门是扭不动的。先想办法把那个卡取出来，找点关于密码的线索。我是不是要用这个磁铁？这下面有东西啊！我跟这个哥们儿就关了。这是凶器，胸口的刀伤直插心脏。那说不定这个就是谜题的关键吗？不是密室逃脱吗？怎么会死人呢？把他们关了。
我已经死亡有一段时间了，已经产生了尸僵。尸僵？太专业了吧？我觉得可能这个他死亡的这个原因不在这个走廊里面。这是一个保洁车，按理来。这里面地上有一些东西啊，我看到了，我看到钥匙。你帮我把它掰成一个长圈。你太猛了，一撞就断了。可以，小心那块碎的。我又断一块了，你现在太猛了。我们要在这下面耗耗。等一下，不管那个碎的了，你把这个给我，这两个连上应该够了。墙后面，但这个也不像有暗门的样子呀。这隔壁还有房间吗？没打开过。你先在这找找，我去好隔壁房间。没有，隔壁房间没有东西。打不开。对。但是声音确定是从这后面传来。是要在这个房间找到开隔壁房间的钥匙吗？不是，再冲进去。哎，把床垫拿走，下面有个录音笔，我看见了。哦，真的有暗门呐！密码锁，我先听一下这个有什么。我杀了他。是我杀了他，我杀了他，立马把他放进了保洁车里，五分钟就离开了玫瑰酒店。你们算不出他的死亡时间，你们逃不出去的。死亡时间？所以他的关键是死亡时间吗？死亡时间就是所有的密码吗？那个电脑里面有什么？电脑没看过呢。这个电脑上面现在没有任何线索。那边好像也都没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这是。通讯录。保洁。喂，喂 ，Hello，Good afternoon, sir。
My name is Han Mei Mei. English name called No No. What? Do you speak Chinese? I'm a 保洁员。这位先生是哪一个房间需要打扫吗？他又开始跟我说中文了。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几点来我这里面打扫卫生的呢？你说啥呢？我这么专业的保洁员，怎么可能你说啥我说啥？那你说啥呢？怎么又开始说东北话了吗？要我说也可以，我有个条件。你说。请你说出你的二十个优点作为交换。啊，我的二十个优点哈、长得帅，智商高，然后身材高，腿长，人缘好，脾气好，善良，勇敢，有趣。你的优点没有超过三个字的吗？长得帅，身材好，屁股翘，胸部大。能超过三个字吗？超过三个字是吧？人帅心善，就说过了哥。来，喝喝喝喝，讲你。谦谦君子，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温润如玉，如切如磋。什么？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如切，如切如磨。那你可以夸一下我。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巧笑倩兮，神采飞扬，神采奕奕，神情猥琐。好了好了，放过你了。跟你说非常重要的话，我今天在十二点钟我把保洁车放回了布草间，然后一点钟又把这辆车从布草间推了出来。我从三楼开始打扫，最后来到了一楼。我打扫完所有的房间，就用了 OPPO R17 Pro 新年版自拍了一张，然后我掀开了最后一层毛巾，就看到了尸体。你是在你的车里面看到了尸体？对，但是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不信你们可以去看监控，监控的密码是8 7 8。你还有别的信息吗？我已经没有别的信息了。5 8 7 8。2:10。差不多5分钟左右。哇，这监控好长啊。按理来说他应该在这边继续打扫。对，等于这间是101对吧？嗯，我们105是在这个位置。嗯，所以我们能推测出他打扫到105房间的时候是几分钟？是2点半左右。吸一下，是骡子是吗？这么难吗？我杀了他，立马把他放进了保险车里。5分钟就离开了玫瑰酒店。差不多5分钟。这走廊里所有的布置跟视频里面都对得上吗？最开始最全的那个情况，等一下，不一样。它灰色的吗？这棕色的，它就是
保洁车被换过。我们可以知道他现在推的这个车并不是藏尸车，对吧？也就是说，起码证明到2:25之前，保洁员推的车还没有尸体，那就是25他出化了之后的，哦，这一段时间里面，就25到40这个左右，他的车被调包了。他应该是在104被调包的。如果他是106被调包的话，保洁员进105肯定会看到尸体。2:25进了104，104里面待了5分钟出来，换车调包是在25到30之间。25。25。真章与真仆通过推理找到破解第一关的密码，顺利通过第一个密室。而淘汰真章的真和能否在谁是真凶第二局赢得胜利呢？请玩家确认准备情况。第二局游戏生日惊吓即将开始。现在是晚上6点。你是男孩。哎呦，已经6点了。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美好生活记录员真画家举办抖音主题生日派对。作为真画家的现任和前任们，你们按照和真画家恋爱的顺序站成了一排。各位大哥，谢谢大哥了，谢谢鬼大哥。不是，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啊，我是他，我在他旁边。我一个钱，你两个钱。哦。又不识数，又不识字。各位真画家的男朋友们，你们有人仍然跟他在一起，但是有人成为了他的前任。请各位前任分享一下和真画家分手的理由。我实在难以想象能跟我分手，还接受不了我的优秀吗？他有一次想要画一幅人体，就请我做他的模特，后来发现太费笔墨，就 Oh no， 然后我们就分手了。当真画家辞退了这位人体模特之后，又找了一个新的。然后在第一次画画的时候，他就说：“女人何苦为难己。”那么，请问前男友，他为什么跟你分手？那不是看上他了吗？对，所以踹了你，他劈腿了你，然后把我踹了。可我却完全不知道，因为他找我的时候他是单身。单身。单身。三位大哥和大姐，我当时只是想在你们身上学到一点东西，这三位都没学到，只学到大姐的一些东西，这点也真是谢谢这位大姐了。目睹这一切的现男友无法接受原来女朋友邀请这么多的前任来参加他的生日，所以现任咆哮道：哦，要让我看到这么多大哥大姐，我接受不了。爱情都是自私的，我不要跟别人分享，哪怕曾经分享过。所以你就杀了真女友了？结案。你们大家带好各自的生日礼物，相约6点再一次来到真家给真画家过生日。所以你们又来到那个熟悉的绿色家门口，你们点燃了生日蛋糕的蜡烛。谁端进去的？你现男友给你这个资格好不好？现男友害怕。你端着在后边走，唱着他最喜欢的生日快乐歌 rap 版。这只能交给小白了，白 rap。 Yo 生日快乐。 Yo 生日快乐 Chiquino。画家怎么了？
方家睡着了，看到睡着了。现任男友，啊，我们觉得我们再来掀这个被子有点不合适啊。对对对，现男友同意让这位大姐，这你这位大姐帮我翻，帮你翻。女朋友，画家画家可以起床了。他死了。哎，他嘴怎么是绿色？是中毒的意思吗？哎，他手上戴着有一个心率监测手表。这不显示啊？不对，他一定有个什么仪器能够看这个。一定有个什么仪器记录了这个手机在这心率监测2333心率监测，心跳正常，心跳正常5:15心跳异常，5点我们布置的家，然后走了，说6点再来，说6点再来，都走了，一起走的，对不对？一起走的。我们商量好的是6点来，然后把他叫醒，给他过生日。嗯，你不觉得灰帽子跟我很配吗？现男友是个色盲，你是色盲。找一个电脑。有监控视频。5:04是谁？现男友。钱是06来的。钱是06。我是08来的，09走的。我是12，对吧？对。钱。5:14的时候是前男友。然后你是一直在，对吧？这个杯子上面有白色粉末，看到没有？杯壁上。他应该是把这个粉末涂在杯子壁上，然后等他喝的时候融化掉。到外屋搜一下。OPPO R17新年特别版，现男友手机。哎，现男友，我给他拍过东西，他的手机里面有一个视频，抖音。现在是17:02，我们生日的主角在睡觉。17:02，我们生日的主角在睡觉。5:02，5:02的时候确实在睡觉，还没有死。你这是在哪儿拍的呢？就在这儿，就在他的房间这儿。哎，这是个下的朱阳，不对，他不是在这儿拍的，是这儿，是吗？是这儿，是通过这个拍的吗？哦，这个这样拍，这样拍的，对，这样拍的，对 ，OK， 就等于意思就告诉我们他没有进来，他在外面拍的，5:02在睡觉，万一他说的谎话呢？他已经把人干掉了呢，但是他有那个呀，心跳监测。他心跳什么时候停呢？5:15。有没有可能这个粉末喝完以后暂时不会就是停止？有一个这个毒发的过程。对。这个毒。我们先找毒。这里边有东西。这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那个刀片，在那个杯子里面。哎，每天5点监控定时自动更新。杯子里面找到这个，这是吗？在哪？就是在这个杯子里面。哎，杯子呢？杯子在撒老师手里。杯子里面还有呢，撒老师。
你是不是想掩盖证据？你在那边毁证据，对不对？我自己还喝了一口，没有。你在里面把证据喝了？对啊，这个刀是肯定是蘸了这个东西的呀。这个刀在这个里面。他会不会身上有划破的地方？这个毒是从他的，是不是从他哪个伤口渗进去的？我觉得不会，他就是喝了那个粉末。撒老师刚才很可疑哎，拿着这个杯子到那个柜子里面去了，发现这个以后他就拿着就过去了。照理说应该是给大家看呀，他跑到柜子里面去干什么？而且我觉得我对这一次凶手没有选萨老师感到很吃惊。对，就是他本人。有，我说有伤口吧，脖子后面。有，那个刀是杀人的，在哪？脖子后面。就是，刀是杀人的。那么我想问了，刚才你在那个瓶子里面发现那个刀子以后，我说怎么还有绿色，然后我就说哎，我就叫他们，然后你就跑到这里面，你在干什么？我在这里面搜毒啊，因为那个杯子里还有白色粉末呀。如果我们要搜到白色粉末，万一它是要跟绿色一块混合起来才起作用呢？你引起了我的怀疑。但请你不要引起我的怀疑，你知道引起了我的怀疑后果是什么？我把你所有东西都拼起来了。咬死你。朋友们，这个监控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信息，它指向的是什么呢？它这有一点是五点就自动覆盖了。我知道了，五点之前他就已经死了。但不，他只要死了，他那个心跳装置肯定会直接启动。他就是5:15死的。嗯，你的意思是五点已经给他扎了这一毒针？对，他不是毒针，他是一刀戳进去。扎了一刀以后，你想，如果不是戳到心脏的话，不会那么快就死，对不对？他一定有一个时间段。各位，哎。我建议你们继续找这个绿色的药，一定是有说明书的，就是它怎么导致死亡，肯定会有说明。太无聊了你。这儿有。这是这儿也有绿色的，这个是吗？看看这下面，这一点非常的刻意，透了。这儿有一点，再仔细看这个视频，我再看一点一点，对。这可以打开翻起来，这个是这个沙发可以翻的，是这儿能开，把这个，你把它抬起来一点，哦，这样。这什么东西？哦，下面是个储藏室。嗯，等一下，这一块被特意的掀掉了，你看，这两个，就这个位置。嗯，他是不是把人藏在里面？把人藏在这里面了。你们在坐在这儿的时候，这个趁不注意扎下去，对，把他给扎死了。他刻意的把那个板子去掉，就是为了能够扎透。5:02的时候，我拍的时候，有可能那里面没有人。他有可能是拿这个，拿被子放在里面装作人。对，等于他就是用这个做的不在场证明。那但是是你拍的呀，我拍的呀。那里边还有一个被子，我觉得这个被子会不会是因为要把它把这个人垫高一点，要不然根本捅不到啊。这么多东西是为了对，他就平在这里。监控它指向的是什么呢？视频中间没有任何的缺的，这视频拍的都是连着的，而且所有人都坐过去了，是吗？对，我们刚刚统计了一下，这个位置啊，刚好有一个帽子挡住他的手。对，其实这个人一直在用一只手看手机。对，他的这只手上来过吗？每个人都好像有在手弄一下，看到没有？我刚才也把手放到就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全都在这个帽子后面。那个位置会有什么东西？14分，前男友和现男友。14分到15分，他们在这儿。15分的时候，现男友放了一下手。最后一个走开的是现男友，他走开了以后，我们大家就都在一起了，对不对？
所以五点之前凶手就已经把他弄晕了，然后放到这个下面。他就是用把这个东西插进去的方式，就是让他的那个死亡时间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的。对，假设说他五点零五捅了一刀的话，他怎么会保证这个人是五点十五死呢？这个药的这个对关于这个药的说明，我觉得应该会有说明吧，咱们再找找吧。你摸这儿。哎，我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这个绿色？这个刮过的。要不拿那个刀刮一下？小心点，不要把字刮掉。我觉得没啥。那有可能是他自己的画，他后来想补一补。不对不对，你看这个画册里就有这个，但画册里没有缺的那一块。对，没有刮过，他这个是刮过的。对一下画吧，每幅画都稍微对一下。这画应该是会有一些信息，我觉得。温馨小提示，绿光颜料，绿光颜料里面含有剧毒物质绿毒素，绿毒素一旦进入人体血液会让人一秒致死，且死者嘴唇呈现发绿状态。他就是把这个用刀刮下来放在水里就融了。漂亮，看谁十五在那上边啊。十五我们两个，我跟现男友。他就是五点十五死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把它迷晕过。杯子上面有白色粉末。等一下，致死是必须要吃吗？没有，进入血液。那就对了，他已经昏迷了以后，他用那个刀刮的这个，然后从这个地方插到他的身上，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会死。对。我觉得这个不在场证明只指向一个人呀。谁呀？前男友和现男友，他肯定是在五点之前人就已经被抬进去了嘛。我五点才到的。我们都是五点才到的呀。这个视频拍完之后就感觉里面是有一个人在，其实这个人早就在底下了。对，而且他还做了一个从这边走过来，就感觉是拍完视频过来来到这儿，里面有人，我在外面，所以他一直坐在一个地方没有动过。他必须要挑一个有人的同时再下手，因为可以制造一个自己不在场证明。对。来，我们再把这个掀开一下，拿个东西，小心，给他撑一下。我帮你扶着，来，你来看，我帮你扶着。进去一下，但他有一点说不通的，他如果是色盲的话，他怎么去找这个绿色呢？不过他上面写了，会让大地发绿，不能完全排除。那我要在这么多中间分析出一个绿色的地方？没有这么多，只有这个提到了说发绿。因为你不认识是颜色，但你认识字。大绿，我也想的是这整片会是大地不？会不会？那我也有可能弄这儿吧。但是因为那个别的颜色是从上面一直下来的，所以它应该就是天空或者背景，就是下面那一块比较像。嘿，这里有血，人是这样趴着的。对。然后一个刀从脖子扎进去，对，再拔出去，对，拔出来之后这血就被蹭在这上面了。这样，我们大家出去讨论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要从每个最后看一眼，好吧？
一秒致死的话很简单了。我们现在把能排除的，我们通过视频先排除掉。你看，前男友坐在这儿，从头到尾始终在玩这气球，没有放下去过任何一次。他是可以排除掉的。这是谁啊？这是我。我一进来就放下去了吧？不光放下去，你还有个从兜里拿出什么东西？使劲儿，还有一个是往下摁的那个姿势。这个最可疑。这是白白。白白真的最可疑，你看。摁了一下。手上而且捏着的，手不是这样的，手是拳头。五脚，现在用手放这一下，主要是没东西的。他放下这一下也是十五，对。但是他放在这儿，我们现在看不清他在干嘛呀。我为自己辩解一下，为什么不是我？虽然十五的时候我也坐在那儿，因为我是五点跟大家一起来的，这没问题吧？而且我是前男友，我已经应该是挺长时一段时间的跟他没有再接触过，他至少会换个锁吧。但很有可能就是在大家来之前，他就说我想约你，我想跟你聊一下，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至少有一定的线索让大家知道我来了，这样凭空想。白白现在就是你的这个说法，同样也会适用于我，甚至同样也会适用于浩然跟萨老师，因为我们都是前都是前男友。如果说我们都进不来的话，那就这个事情就只能是现男友做的了。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是现男友、前男友。那你不能再说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前前前这些更前的，他怎么会这个这个是一个逻辑，是一个人之常情。但是既然我们大家都会来，大家都在玩的这种心态，而且他主要是钥匙插在门上的。我是色盲，我觉得最不可能是我。还有一点就是，凶手他一定要提前就知道这个滤光颜料的事儿。我觉得这个谁都可能知道，咱们都是他的男友，都知道他作画。这本画册是在公共区域是吧？关键我是最奇怪，他上面挂了那么多画，涉及到绿颜色的只有那一幅。是的，只有还用颜色写了说绿色的大地，所以这个就没法排除。反正我第一个投，我肯定是最知道是谁的。而且我一直在想，这个刀它是一定要带走的，它不像一根针或者是一个铁丝，它可以把它捅进去，它就让它留在沙发里，等它回来处理的时候它再弄。哎，有没有可能他用屁股夹着那个刀？你怎么知道最近我在练深蹲？有机会，真的有机会。那万一那个刀刃是双面的，他把自己真是，那你看我自己那下，我表情都没变呢。你说的这一招叫同归于尽。说大人大人，今天为大人表演一个屁股夹刀嘿。唯一清白的前男友，你要不要找一个人一对一？我说每次拿这种角色。现在有点摸不准，有可能真的就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复杂。它就是一秒钟致人死亡。是的，你那个是最漂亮的，就是因为你手没有碰过。但它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人完全干净，就看大家相信哪一个。以我对娜娜的了解，她的玩法，我觉得不太像。但白白刚才的那个解释说她是前男友，所以她进不来，
然后他什么这个就是，但那个解释并不能作为任何一个人的脱罪理由，反而说明白白其实这个解释不过关。我就是觉得不过关，而且这个并没有把他撇清，而是只是他把他和现男友当中撇清了。我更相信娜姐一点，我也相信娜娜不是。对 ，OK。玩家请注意，投票间即将开启。我第一个投，我去了。愿意跟我一对一？我，你奖赏我吗？走，我们三对三。为什么？三？那我们就三个再去讨论。现在无非就是你跟白白嘛，对不对？我跟你说啊，如果最后锁定我白白的话，肯定是白白。那白白为什么自己冲进去投票？他会不会掩盖他是凶手的那个身份，然后他就第一个进去呢？怎么了？什么东西啊？针！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原来不是那个刀，是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凶器一定是这个刀了。我知道了，五点之前他就已经死了。你的意思是五点已经给他扎了这一毒针了？对。这样，我们大家出去讨论一下，走出去讨论吧，这应该没什么东西。没有了，是吧？走，我们去讨论一下，抓紧时间。在哪发现的？那下面的气球里。漂亮，找着凶器了啊！刚找着凶器。有气球的是你啊？你玩的气球、啊、是蓝色气球吗？哎，是蓝色气球，但哎，我疯了。你有可能疯了呀，但是你看我玩那个蓝色气球，我打圈了，这么长一根针没办法打圈，你自己看。而且他主要是手没有碰到下面，他手没碰到下面。那个刀只是证明他是刮的，刮完了之后他把它滚到水里，对，其实然后这个东西站好了之后扎进去，对。我们设计这样一个可能有没有？就是这个布，它有可能是扎布穿的，它有可能已经放在那这个布下面的那个沙发上面，然后盖上，然后坐的时候，它因为是整个沙发往下走，这个针就每坐一个人，它就会往下扎一点。两种可能性，一个逻辑是针就是自己扎进去的话，这样可能性的话，其实白白是最大的。另外可能性，如果这个针是被提前布置好的话，那撒手可能性最大，因为离得最远的人是最安全的。来，谁试一下？我来试试能不能坐进去吧。我可以说句实话吗？没有感觉，屁股不觉得扎，但是他没法算这个距离啊，就是不保险。对呀、啊，一定就在你跟白当中有一个。你确定？为什么呢？肯定。为什么呢？7:15扎下去的，但是白现在玩的手法就是他第一个率先冲进去的。有两种解释，第一、就是、白非常清楚不是他自己，所以他很清楚一定是你，所以他有把握自己优先投票，而且能投对，这样他下一轮可以不用淘汰。第二种可能，他是一种玩法掩盖自己是凶手。那不可能有其他人吗？你不可能吗？我觉得我跟萨都有可能，因为这个真的出现都有可能了。对，因为刀比较大一点，原来刀是必须拿在手上，它因为它不能留在那儿。针也必须拿在手上。不是，针可以不用拿走，不用拿走的话，它真的有可能就是后面的人不断的往下做，就是娜娜说的那个，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看一下谁的裤子上面有那个绿色的点儿。怎么可能？咱们都是临时抽的角色卡，难道屁股后面要补一个？啊，你有这种爱好吗？不是，我看。如果是后面坐上去没有作案可能的人，他一定是会染上那个绿点的，在他裤子上。投票吧。那是不是我？我觉得不是白白跟娜娜，确定不是浩然，那不是我，那就是你啦。分析了那么多，哎呀呀呀呀呀呀！最后到底是谁呢？是谁呢？是谁呢？其实我很想从一而终，一直到最后都咬死小白。但是这个现任男友的表现太特别了，所谓的色盲的这种辩解太刻意了。反而这种具有迷惑性的证据会不会是有价值的？我大家投完了，投完了。范老师情况怪吗？今天范老师，他就是因为他有一点今天这一把，我不能干扰他，没有那么嗨，是不是？就是也没有那么多做怪稿的那种，也没有乱搞。哎，对对对，这把他也没有特别使劲的咬。没去拼杯子，没去拼杯子。对。完成投票，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各位玩家，现在公开第二局投票结果。首先公开票数最高的玩家，这位玩家就是现在所有证据只向两个人，一个我，一个娜姐。那我知道不是我，那我只能投另外一个。很简单，我们这个案件就是这样，大家就是要制作不在场证明，就是在撒谎骗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撒老师在我这儿的嫌疑会更大一些。算了，不多想了，撒老师吧。这个现任男友的表现太特别了，反而这种具有迷惑性的证据会不会是有价值的？小白是撒老师的。那就是你啦。前男友。你们都疯了吗？不想你，我要怎么做才能赢得你们的信任？就是你，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我要怎么做你们才能相信？你不是吗？我为了这个案子，我整个人都躺到沙发下。就是要是相反，整个人都躺到沙发下面去了。我要杀了你！你们还。
还要怎么样？你这是太认真了，玩的这次玩的太认真了，萨萨。Oh no！ 本局游戏中可以被排除的嫌疑人有：因色盲无法分辨绿色的现男友，以及在监控视频中双手都在玩气球、没有条件作案的前男友。对啊，对啊，我说了。剩下的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前前前前男友嫌疑均等，真正的真凶就是前前。再说一个，前男友。我的妈呀！本局游戏真凶真和获得胜利，获得四枚金币。那个一秒凶手是怎么做到的？15分的时候是未检测到心跳，并没有说他的心跳是在第15分中停止的，指的是他每15分钟会更新一次记录，所以在第15分中是未检测到心跳，而不是心跳停止。这就是因为我没看那个证据。手机在这儿，心率监测，心跳正常，5:15。我要看了，我肯定能知道这15分钟一节，他在这15分钟里都有可能死。哎呀，最后一集了，我非要这么伤痛吗？两次都投我。本局游戏没有玩家投票正确，无豁免权获得者。但说句实话，我已经尽量在折了，因为我觉得如果15分这个锁定的话，我觉得太没意思了，我一直在折。但是我最后就是成功的引到了萨身上。浩然有找凶手一对一的潜质，我找的一定是凶手。我刚才坐到这儿的时候，他拍我的时候，我这边都麻了，你知道吗？ Oh no！ 这个你知道，我中间。小伙子，啊，社会经验还是不够丰富啊！对了，撒老师，我没投，我要看见这个，我早投对了。我也没看见这个。那你们这样的话，依旧是没有关键性证据。这个游戏他从来就说了，他只帮你排除，不帮你确定。下回我建议，所有关键证据先交到我这儿，我帮大家审视一遍。我能说一下我为什么淘汰若云吗？因为我觉得他是非常吓人的一个玩家，他很若云很强。听到这个规则的时候，我说如果给我凶手的机会，我要淘汰谁？咱俩的选择是一样的。我在想，如果我是凶手，我会选择谁？我也会选择他。第三局游戏即将开启。由于上一局游戏真凶真和获得胜利，全体玩家将共同进入下一局游戏。重新抽取角色信息后，下一局游戏真凶可任意淘汰一名玩家。萨萨，你第一个拿吧，我都心疼你了。大家不要淘汰萨萨啊！你们猜以我的风格，我会拿哪一个？我觉得是那个屎黄色。跟你脸色很配。下面谁去？我去吧，我去吧。谢谢。请玩家确认角色。这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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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哎，你是什么人？我是个保安，小鸭，我怎么还有卷发棒？你肯定是个女性角色，我是前台。
我这合同一个五个亿的合同，然后里边就是五个亿。哇，四合白白，白白你是什么？我是老板。我是秘书。娜娜你是什么？我跟他是一起的保洁。我是个大胡子。包租婆。包租婆怎么停水了呢？请各位玩家查看角色身份及详细信息。各位玩家请通过 OPPO 27 Pro 编辑信息，普通玩家请发送普通玩家至系统，真凶请发送你要淘汰的玩家姓名至系统，被淘汰的玩家将直接前往第三关密室破案。由于上一局游戏没有玩家投票正确，无豁免权获得者。好，你是什么身份？秘书。我自然是等一下会被淘汰的人了，我都说好了淘汰我，我去陪若云去向他道歉。刚才你完全没想到是我是吗？其实我玩得很慌，连你那么了解我的人都没有注意，说明你也很慌。我一直在撇清自己，主要是你要淘汰谁啊张老师？我淘汰普通玩家。你很久哎，撒老师。我因为找不着那个地方。好了，现在将公布被凶手淘汰的玩家。不要淘汰我，不要淘汰我。站起来收拾东西吧。可怜可怜我。这我的，这我的，这我的，这我的。被淘汰的是。哎呀，太可怜了，谁呀、啊、这是？啊！我一把凶手都没抽到。凶手淘汰你就是怕你跟他一对一，因为你特别喜欢跟凶手一对一。哇塞，心灵斗，你发现？我懂了，我懂了，只有一个人找到了这个逻辑，那就是萨老师，应该是萨老师投的。就你。请真流发表留言。我觉得如果是白白或者是娜姐的话，我觉得他们两个大概率会投何老师。你就这么说，你最想跟谁一对一？如果你这一把要继续玩的话，小伙晒太阳呢。哇，哎呀，口水一会儿就出来了。我们回来了。与往季不一样的是，你们是史上最高配的中餐厅团队。嗯，我想谈恋爱。他们十点钟之前。随缘。我是团长哎，我爱你一点。Yeah! 还有这个呢，妈。啊，真的喜欢。我配音界的一代宗师，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住口！不要，不要！哎呦我的妈！不行，不可以，不要。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季，我们。大家好，我是亲爱的客栈老板刘涛。我就像一块砖头一样，哪里需要我往哪里搬。信口我吧，住店了，住店了，快学入，带我一起走吧。第三局游戏，被淘汰的是真流。哎呀，太可怜了，谁呀、啊、这是？啊！我一把凶手都没抽到。凶手淘汰你就是怕你跟他一对一。
因为你特别喜欢跟凶手一对一。哇塞，心灵斗，你发现我懂了，我懂了，只有一个人找到了这个逻辑，那就是萨老师，应该是萨老师投的。是你。请真流发表留言。我觉得如果是白白或者是娜姐的话，我觉得他们两个大概率会投何老师。你就这么说，你最想跟谁一对一？如果你这一把要继续玩的话，萨老师。不玩了，不玩了，玩不了。这大家是带着丝绸来的，我觉得压根不是玩游戏，这是要玩死我。不玩了，不玩了，回家做头烫头去。包租婆怎么停水了呢？朋友们，我要扮演结束了。两轮我把我的票坚决不移的挂在了萨老师身上。萨老师，萨老师，我去赎罪了。你哪是赎罪，你还点了他一票，然后又走了。我有点没想到是浩然。浩然是很会玩的，我觉得投他是很想赢，因为他很强。他也很强，对，这个人想赢的只有萨老师。投票吧。反正我觉得不太会是娜姐。我跟你说，要是谁厉害把谁投走，我跟你说，我走了萨老师的还在。请真流前往第三关密室破案。朋友们，我要去远航了。不然记住我啊，萨老师一对一，待会儿回来。我会投你的。小张同志，若云啊，他是真火锅。嗯，若云呢？哦，这怎么了？张若云呢？嗯，若云呢？若云，若云，我若云，若云，若云。若云，哎，你在这干嘛呢？我跟解密室呢。你好，这个要破什么？找他的凶器。他怎么死的？首先我们进来的时候，二叔。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找个光源去。你先来，我先来吗？这个，就我有这种戏份的吗？哦呦，这啊，这个放歌的东西在，哎，钢丝球，这什么内裤吗？不是，老鼠，老鼠，地上的老鼠。这个线能扯多长啊？这个。啊，这里，好样的，钥匙，什么钥匙啊？看一看前面还有什么？哇，这是还有无线电话吗？这就是，哇，是钥匙啊！办公室凶器，二号密室。这个是主人，你猜在不在？试一下。
都试一下。主人不在家，应该是这个吧。在家，这上面。这里面有东西。撒开脚丫公司，撒老鼠的公司吗？死者在哪？没有死者。办公室凶器之谜。凶器之谜，我们现在连尸体都不知道啊。上班打卡，请刷指纹。刷指纹？刷掌纹？不会搜出来一个手吧？身经百战，身经百战，怕什么？掌纹，不至于吧？我有点想多了。等一下，我们解谜的一切的目的还是为了我们往前进，对吧？对。所以。呦呦呦呦呦呦，请尸体尸体尸体啊，通关密码。我是谁？我是玩家，我是笨蛋，我是玩家。人是我昨晚杀的，但你没有办法指控我，因为在他死的那一刻，我跟其他的同事在一起。哦，我们找的是他几点之后死的。这地上有一堆咒纸，然后有一瓶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这边有一个一喷即晕，这里有个哈士奇。这个电脑电池被人扒走了，现在黄色的点，黄色的吗？黄色的，对，一喷即晕，一喷即晕，它有外伤吗？还是钝器？没有外伤吗？速效救心丸，一滩水，电，被电死的。药箱，干嘛的？颗粒，这是什么东西？速效救心丸吗？啊，那个是打翻的吗？开着，开过的，开过的，散了一地。
你看这个多超可爱打印机。这个是电脑电源，这个是有电的。哎，你刚才看到那上面有一个什么密码了吗？电脑，你找到电脑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这里有个哈士奇，张照片。这不你吗？我的生日吗？这你还是林更新啊？右边是林更新。不是吧？密码是张若昀。真的耶。不重要的文档缺印纸，已连接打印机。不重要的文档，不重要的文档，打印缺纸，一地都是纸。我这应该是就是他在不停的打印，不停的打印。嗯，然后打到现在打缺纸了。这些地上的纸都不是整洁的，都是皱的。啊，是我们刚才踩着的吗？不不不，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是皱的。这个写的不许动，什么意思啊？不许动哦。啊，绳子还能拉吗？钥匙，开那个小的吗？那个，伞，这是防雨的帽子。坏了，都是坏的。这把也是坏的。风扇能定时吗？可远程 WiFi 遥控的电扇。你觉得他怎么死的？速效救心丸呢？这个是他常备药品，对吧？对，速效救心丸，所以说明他有心脏病。嗯，他到底是因为没吃药死的，还是因为什么死的？如果速效救心丸的话，是可以因为没吃药而死的。他身上没有外伤，所以应该是因为没吃药而死。他没吃药的原因，第一，他是被喷迷晕了，所以只需要把他喷晕就行了呀。
不重要的文件无法打印，首先说明它制造的这个装置是不停的在那块打印，对吧？对，它打印之后遥控操纵这个风扇，可以把这个水吹落了一地，配合制造酒精瓶，其实都是要营造一个他死于心脏病的，没来得及去啊。对，那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他这个是干嘛呢？2019年1月17号9点检测到烟雾，触发应急装置，处理结果启动喷水装置5分钟。哦，我们找的是他几点之后死的？9点就过了，九点后死亡。别的问题，杀死他的凶器是什么？不知道，水。电线。检测到烟雾，触发应急装置。不，我们要还原的是烟了。触发了烟，什么能触发烟？烟雾警报说明有什么东西烧着了，但是没有烟雾。打火机？哪有打火机？这个，这下面放这上面。放这儿一个打火机很奇怪，那是什么？艾叶条。它这里面特意写了规格，每盒十支装。1、2、3、4、5、6、7、8、9，九支。少了一支是吧？那就这个了。没错，一定是烧了一支。淹满了之后，9点触发的警报。喷水的这个就应该在这儿。我们要不要点一根试试？好，点一根试试。四种力量吧，我是西蒙。发生什么了吗？他喷的时候又怎样了呢？搞不懂。淹死这怎么？也没那么多水啊，他脚上还穿着脚底的皮鞋啊，没有伤口，那就脱了看一下，勒死了？不是，没有痕迹啊。哎，你说呢？想到什么了吗？我瞎蒙。死亡时间已经确定了，我老觉得他是被电死的，因为他是喷雾之后那个瞬间电死的。凶器是什么？不来，要不再试一下点烟？再点吗？但是我觉得他有必要，凶手有必要设置这么多层障眼法吗？
既然我们刚才说他是九点后死亡的话，死亡时间是对的，嗯，那也就是说他死亡的装置确实是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一次了，会喷出水来是吗？会，小心点，挡着点，地上有那个什么。啊，这么灵！但这个水量不致死。对啊。但是他已经晕倒了，有可能这水一直在喷，一直在喷，喷到最后导致他死了。闷死了。无重量的文档、缺印纸，这些地上的纸，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有，可远程 WiFi 遥控的电池。没有可能，这水一直在喷，一直在喷，喷到最后导致他死了。倒是有一种可能特别奇葩，你知道吗？就是打印机这个水在下来的时候，风扇一直在吹这个纸片，纸片会一层一层的呼在湿的纸会一层一层的呼在脸上。就如果说大量的纸往这个方向吹的话，很有可能。是靠纸蒙在他脸上把他致死的。湿纸，湿纸，你竟然猜准了，对，啊，竟然猜准，然后呢？下一个密室走。真章真仆在真流的帮助下顺利解开第二个密室，而淘汰真流的真萨又能否在谁是真凶最后一案中躲过玩家们的指认呢？请玩家确认准备情况，游戏即将开始。接下来请根据剧情 OS即兴表演进入角色。又要演吗？请注意，以下内容包含重要信息。三、二、一。哇！第一位上班的员工出场了，他是保洁。保洁拿着抹布，拿着抹布，戴上了手套，戴上手套，唱着自己最爱的歌。Follow, follow me, follow, follow me。 第二位员工前台也来上班了。快点干什么呢？哎呀，都上班了还没擦干净，这会儿擦管用吗？来得及吗？每天叫你提早两个小时来，你都干什么去了？哎呀，他还好。你是我在公司就能在一起倒打两天风。你是我在公司唯一可以吼的人。你别去。哎呀，前台照着镜子认真检查了一下作为门面的自己，感叹道：这个镜子怎么有点变形呢？哎呀，最喜欢你这个死黄色的包了，今年好流行哦。我也喜欢你这个死黄色的手套，今年好流行哦。秘书也来上班了。今天的行程是这样的，8点从100平米的 king size bed 醒来，11点老板在公司11点上班，1点半包一辆飞机去 W 国，在飞机上午休，5点包一辆飞机回国，在飞机上欣赏专场四样声，6点每天例行扛老婆独步上18楼。说着说着，老板就来了。走啊！大早上搁这化妆了，自己长什么样没数吗？老板好，向老板致敬。你这刚擦完厕所吧？你跟我这……哎呀，我们老板来了，我们老板来了。别在这摸摸搜搜啊！天哪，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赶紧去橘色房间看一看吧。各位玩家，请开启搜证模式。请玩家在30分钟内完成搜证并讨论。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杂物间在里面吧。哎哎，这门是锁着的，踹开它。我的鞋。我来。没有钥匙吗？哇！
这个可能娜娜真不行。哇，还有水一直在滴答滴答，还有个很大的，这个大阳台，它是这样翻过，哎，水，别，脚印看到没有？对，真的，好大的脚印啊！你把它拿下来吧。上吊了，这哥们儿。我就取下来了啊。它一定是一个伪造成自杀的现场。对，这是一个密室。我在这边看一下啊。等一下，那儿有书。哎，垫了两本书。拿过来，拿过来。你先不动，先不动，把它放起来，看看是什么状态。哦。他是垫了书以后，这个柜子就不稳。哦，这样根本对，这根本立不住，立不住，因为他后面有两本书。这怎么有个气球？鱼线、钉子、鱼线，还有水。我找到一个监控，朋友们，看一下，看一下，让我亲自过目，在那个位置的。死的是真销售，他来了。真的没有人进来过耶。也就是说作案时间需要很长吗？这个案子不是，说明作案时间在前面，就是在十点以前。而且他是从我看到那个鞋印是从阳台上走的，也就是他有可能出去了以后重新再上班，装成上班的样子进来。你们谁可以看到这个鞋印吗？脚板印子我可以看到，但是问题是这块黑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蹭到了吗？哎呦 sorry， 你看凶手留了一个这个，啊，就是你。那我们出去看看吧。那我就从边上走啊。周围的那个，没事，你不用从边上走，你就直接沿着这个脚印走。我沿着脚印走，不就把它盖住了吗？你怎么那么想毁灭证据呢？不是你，他这个脚印你看不出来是谁。这一看就是运动鞋的脚印。运动鞋的，白白。但房间里没有沙子。房间没沙子。那他怎么进来的呢，亲爱的朋友们？他房间里面没有留沙子，就说明他不是从这儿进来的。那他怎么进来的呢？对，因为只有一行往他肯定最先得踩到那个黑色的东西，才能在这儿留下鞋印儿。哎，他不一定屋里要有沙子，他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他在这儿可以把鞋脱掉。他在这儿把鞋脱掉以后进来光脚作案，完了之后走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再穿上鞋走，然后走的时候沿着那个脚印再走。但是问题是，萨萨，这个门上的这块黑怎么解释啊？请注意，时间还剩十分钟。我先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完成的，但是这肯定，我觉得之前可能是对，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滴滴答答，这是一个延时装置，他之前是把这头安在这个管子上，然后有水一直流进来，它到足够大的时候，它就会撑掉。但我不知道是怎么让它倒的。气球没有爆，对不对？没有爆，它更像是就是水撑的时间太长了，因为它那口没有那么紧，就滑出来了。滑出来了之后呢，它的水就漫出来，这个东西就没有高度了。于是这个本来是有一点高度撑住它的脚的，现在后来就完全倒下来，于是它就悬空了，对吗？它是在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对不对？或者他是晕倒之后，就是在他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被挂着，然后他做了一个这个装置，等这个装置时间一到，这个东西一倒，他就吊死。
但是问题是我们刚刚听到嘣一响，我们就进来了，砰当一响，那个时间非常短。那可能他已经死掉了。可能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只是他造成一个好像是不在场证明，好像他是自杀的。我搜到了一个手机，看一看。秘书说：“明天，老板，我明天可以请假吗？胯部撕裂，我要去看医生。”然后老板说：“明天发工资，大家别迟到。”是什么意思？胯部撕裂？前台的胯部撕裂？我的胯部撕裂？胯部是怎么撕裂的呀？秘书，我。吓我一跳。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往前台身上弄啊？今天发工资哎，老板是不是为了省一份工资把销售给杀了？找到一个简历，个人简历，这是我的，他这个就是表示我很厉害。这里找到了一个，曾经是铅球运动员，我现在要亲自过目。我不相信你们对于证据的研究和判断。你能对一次吗？让我崇拜一下你，让我告诉我那些谣言都是假的，一定要听我只能告诉你，无风不起浪。MG 公司日程册，钓鱼大赛，谁是保安？保安是那个浩然，他已经被。前台是扔铁饼冠军，我吗？对，目前我来看你们三个都是有怀疑的。那个老板每日例行扛老婆徒步上十八楼，我们都有力量把他挂上。对，你们三个都是可能的。如果我们三个人都有关于体能的说明，而他没有。但如果最后我们能破解出来杀人方法不需要体能，那反而锁定是他。那里面是保洁的区域，它有水龙头，有水管子，包括鱼线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平时谁能用到？对这些东西最了解的人是谁？我确实是第一个来公司的，如果我杀了人，我不会第一个跑到这儿来做清洁，因为这最容易被怀疑，对不对？我一定会等公司来了一两个人之后，有人证明我在你之后来的，我没有任何作案动机进去杀他，对不对？我觉得我可以排除我自己，因为我胯部撕裂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指向我身体不适，所以我没办法做这么难的一件事情。我比较不怀疑保洁，是因为唯独他没有一个体力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一点还蛮明显的。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力气的话，他把一个人不管他是晕了还是怎么样把他挂起来，挂到一个房梁上，还是需要一定的力气的。然后前台是铁饼冠军，然后老板是徒手扛老婆上十八楼，所以呢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倾向于是前台和老板。我想听听你们的发言。你是不是因为销售拉来了这五个亿，所以你今天要发工资，要给他很高的奖金，你为了不想给？好，我们现在就是最怀疑的是肯定是你了。怎么这么说啊？他现在制造这个自杀的假象，上面贴了一个要加薪，就感觉我在压榨员工。首先这个行为他自不自杀还是我杀的，这对我来说都没有好处，因为我是老板，就感觉我好像我压榨他，我没必要用这种手段。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我和秘书的体能都是，我是铁饼，他是铅球，都是属于爆发力的那种田径运动，而你是扛着老婆上十八楼，又有耐力而且还扛人。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设计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给你个标枪冠军？投票间已开启，我投吧。不要再投我了，你们都已经投了两次我了，就算可怜可怜我，别投行吗？都不用你推理，用你的良知，用你的情感。我现在觉得如果没有还原整个作案的过程，我对这个案件就完全抓不住。是谁进去以后先去踩了那个沙子？是小白吗？嗯，第一脚小白把沙子踩掉。没有，我主要觉得小白是密室之王，他最会破密室，这一案他都破不出来，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不想破出来。我一定要投给何，因为现在所有的时间线跟证据都不太多，但是觉得他有一点行为很奇怪的，就是在我们进入案发现场之后，他第一时间要求把尸体扛了下来。你把它拿下来吗？我就取下来了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奇怪，也是因为把尸体扛下来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去还原整个现场。现在看，他的嫌疑在哪？有一个人，整个环节呢，我都觉得不积极。他好像整个过程中怪怪的。是你啦，如果冤枉了，不好意思呀。宝洁确实说的有道理，而且宝洁到现在没有任何体能的这个，那就没别人。哎呀，所有玩家完成投票，请宣布。我们总要对一次好不好？现在公开投票结果。首先公开本局票数最高的玩家，有可能平局哦，四个人。不要再伤害我了，我这么认真的。票数最高的玩家就是你投了我。那呢，密室到现在都没有还原，就说是小白他不愿意还原。我这一票投给何，现在看觉得他的嫌疑在哪？是你啦，如果冤枉了，不好意思呀。老板真白。哇，这一票一定有他，是不是？不是，你看着我的眼睛。不是，我真不是。你别甭捡。除了老板自己外，其余所有玩家都投了你。其余所有玩家都投了你。除了你以外，所有人投的你。我这理由还不充分吗？我制造这个假象，这不还是针对我吗？你还啥理由啊？五个亿。来宣布结果吧。第三局游戏绝对不加班，真凶作案过程揭晓。在这个过程中，秘书真和因胯部撕裂而被排除，而现场没有发现保洁真娜力量大的证据，因此真娜嫌疑相对较小。剩下的两人前台真萨与老板真白嫌疑均等。还在这装，还装不是你，真正的凶手就是，还装不是你。 No 真丧。
我是凶手？好假！不，你打我有什么用啊？我不知道我是凶手。本局游戏，真凶真萨获得胜利，获得四枚金币。萨老师终于在本季的最后一次又让你背锅了，拜拜。没事，咱们三个一人赢了一轮，没发现？啊，对耶。不是你们都在耍我呀？他一人赢了一轮，我觉得可以。我就是空手而来。不，你很好，你很好，你很好，很好，很好。各位玩家，第二关谁是真凶游戏全部结束。第三关密室破案的两位玩家也顺利逃出密室，请玩家到大厅集合。哎呀，终于完事儿了。我对不起我是谁把我投出去？对不起你。一把好像是这样走出来，还不是我们让你了。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聊天？我当时其实第一反应是想把他先给淘汰，但后来我想，如果他被淘汰，我是凶手的可疑性就太强了。你怎么能忘记自己的初心呢？所以我当时就在我发名字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我都已经站在萨老师的那个门口，就看到他门缝。就算可怜可怜我，别投行吗？都不用你推理，用你的良知。乞求。我说的是，请用你的良知。对对对，之类的。你还忍心再伤害我一次吗？哎，小普。嗯，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在里边玩密室。对，这个是我们第五季第一案的那个死者。对，死者王尹校长，真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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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小普，我都想你了。啊，我也想到大家。各位玩家，恭喜你们到达头号玩家出口大厅。你们当中因为一位朋友欠下28万的债务，所以邀请你们进入到了这个游戏。在刚进入游戏的初始阶段，你们每个人平摊了这个债务，所以你们每个人负债4个金币。通过了三关的游戏，你们也获得了相应的金币。首先结算第一关塑料朋友的金币，除了真流没有参加塑料朋友，仍然负4个金币外，你们当中其余5位玩家均参加了塑料朋友，并且都获得了2个金币。在第二关当中，真凶逃脱的情况是3轮。头疼疼，娜娜陪着头疼疼，让他们一人过把瘾呗。每位真凶都将获得4个金币，这3个真凶就是，除了我，真白、真和、真萨，你们三位每人将获得4个金币，也就是你们的最终金币数正二。你们三位不感谢我吗？真萨，谢谢你，谢谢你们一人赢一把啊！谢谢真娜，赶巧白来一趟，我来圈火车费报了呗啊！不白来。其余玩家，第一位进入密室破案的玩家，真章，成功解开4个密室。哇哦！我们一起的，每一个密室将获得1个金币。哇！所以你也行，我也是正二。而剩下的，真流这位玩家，在谁是真凶当中未能获得金币，但是在密室破案中获得了3个金币，负一。哎，原来我不是最少的呀，我以为我是零已经是最差的了，还有负一。接下来公布真娜的金币数。真娜在谁是真凶中未能获得金币，所以你的金币数是负二。零负二。我比你负一还少，我算错，不仅又少还算错，数学还差。
由于在第一关塑料朋友当中，大家已经结算了破案的金条，所以头号玩家的最后金币是可以兑换金条的。我们的兑换规则是，我是不可能倒拿出来啊！没事，辛辛苦苦玩半天，我还要倒给你们两个金条。我还想说，你别提，你怎么反应过来了？别提，他们说的时候你在翻脸，你这提醒人家。我到哪里去找两个金条？每个金币兑换一根金条。每个金币能兑换一个金条啊？两根。今天有四位玩家，每个人能获得两根金条。可是。没有可是，没有可是。听一下，真刘和真娜，由于你们最后的金币数是负数，所以你们没有金条。啊，是没有而已。早说嘛，不用就这样。请你们留在头号玩家打工还债。跟我一样要纹那个还钱的两个字。请小蒲。为我们送上金条，小虎。要说还是咱俩年轻，嫩着呢，咱俩。No. 师傅的朋友都什么货色，都明白了吧？干，明白了。你看这样的。自己揣着啊，好好揣着。辛辛苦苦玩这么久，还得了一个金条。你怎么还说出来了？我说别让他们看见，你还说出来了。啊，刘昊然，嗯，我有朋友，你有朋友吗？有，咱俩一样，理直气壮。耶，干杯！来听一下我一口播，灵动光圈。图二，来，第一条我来帮你，我教你怎么念。好，念口播是，灵动光圈随光变，线索在案看得见。感谢 OPPO R17 Pro 新年特别版，红金配色。人家好不容易加上金色小猪生肖纹饰，定能让你在新的一年大展宏图。来，重来一遍，看皮笑肉不笑。来一遍，按我说的重来一遍。灵动光圈随光变，线索在案看得见。感谢 OPPO R17 Pro 全新拍照手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短视频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抖音。案情真相难辨，考拉正品在线。感谢全球好物百分百正品的网易考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网易考拉。两缸四缸随意换，侦探才能去探案。感谢动力狂野油耗腼腆的凯迪拉克 XT4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凯迪拉克。每天都玩我是迷，轻松破案没难题。感谢更多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推理 APP 我是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我是迷。谢谢。好。各位玩家，我们第四季的案件今天全部结束了。辛苦啦。辛苦。请除了负债者之外，别的玩家离开现场。你们要留下来打工？你们要留下来打工？太好了，那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了吗？这样不好吧？跳跳跳跳，妈妈要留下来了。妈妈在这里打工啊，妈妈欠债。朋友再见，朋友再见，朋友再见。有你，浩然，你有没有发现，不管留下谁，都有你留下来了。铁窗啊，铁门啊，铁锁链，我在雨中想朋友。铁窗啊，铁门啊，那你吹起你的荧光棒，锁链，我在这里想。哇！宿舍被困之谜，你们就永远困在这里吗？你说我们有两次机会，我们要找到他是几号？他不是突然死亡，他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死亡。错了，没反应就是错的。什么意思呢？人体电桥。
哇，这电，我这么吓人的吗？我不敢了。你按了吗？我没的。我天、啊！欢迎来到辞旧迎新 MZ 总结大会暨第四次优秀侦探表彰大会。他咋了？大家原谅他腿比较短。从最开始来了，我连一句整话都说不清楚，到现在能跟萨老师去不断的 battle， 变成了一个会主动去与人沟通的一个性格。但是我每次我都会跟我工作人员说，这集大侦探开始了吗？你们赶紧去敲时间，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在这个节目里边玩。我不是一直陪着大家时时都在，但我也是跟着这个节目一起成长了很多。当然了，我也在卑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人世间最长的路就是何老师的套路，老当益壮，老奸巨猾。我这个人为人坦荡。说什么？我觉得我拿张若昀是拿得死死的。有请胯下有龙的刘昊然。我是不是该这么上去？我们中间有一个玩家，在这一季话虽不多，经常跳舞。希望你的锅以后自己背，别老让我背。我来我就把自己的嘴条封上。大老师在挑战我的极限，无风不起浪。到底本季的最佳 MVP 会是谁呢？我们请看 VCR。 那高能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五季，每周五中午12点，芒果TV全网独播。